听说老师其实对于学模仿声音也很厉害。好像啊！我只会学乌鸦。哎呦，哎，乌鸦怎么叫？啊！你会不会想要找老师帮你写歌？可以啊。可以吗？我有这个荣幸吗？真的吗？啊！两家集合。不是，他的歌名叫做星座。星 Z 啦，哎，星 Z。